公孙太守，你背后所立者何人？此乃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刘备，相约共来讨伐董卓的。莫非是破黄金的刘玄德？正是。啊，久闻大名。 这位刘县令乃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。哦，既是汉室宗亲，取座来。我非敬你名爵，乃敬你是帝室之胄。请。多谢盟主赐座。 报盟主华雄引铁骑下关，用长杆挑着孙太守赤泽，在战前大骂挑战。这谁敢出战？小将愿往。好。报盟主。 于射与华雄战不三合，就被华雄斩了。啊，什么？盟主休慌，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。好，快叫潘将军出战。末将遵命。取兵起来。 可惜我的上将颜良文丑未到，若有一人在此，何惧他华雄？小将愿斩华雄之手，献于帐下。你是何人？此乃刘玄德之弟关羽关云长。 现居何职？跟随刘玄德出马攻守，竟敢欺我帐下无人！一个小小攻守，胆敢在此胡言！左右，给我乱棍，打出去！啊，请息怒。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勇略。赤脚提出马，若提不胜，则知未迟。 让以攻守出战，必被华雄耻笑。此人仪表不俗，华雄安知他是马弓手？如若不胜，请斩我头！壮哉！拿酒来。云长，饮此热酒，以壮胆气。 有且放假，我去便来。呀！呀！上啊！
此酒上温，请。二哥已经斩了华雄，不就此时杀入官爵，活捉董卓，更待何时？走，站住！俺大臣们上自谦让，你乃县令手下小卒，俺敢在此耀武扬威？左右，与我赶朱帐去！咦，得功者赏，何必计较贵贱呢？哼，既然你等只重依县令，我自告退。哼，哎。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啊！什么东西？